好，我们来看新箱子啊，0.35块，这么大自然风味是不是？哇，万兽之王，好，先干这个再说，一箱一箱来。啊，会不会起飞就看这一次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各位你们最爱的时刻来了，就是它 ，Skin Club。好了，一样。如果想要玩的朋友们，欢迎点击下方链接注册即可获得10%的储值优惠。好，那我一样准备开抽。啊，会不会起飞就看这次了，好吗？运气似乎都来这哦。这把多少钱？570不？啊，六十一颗，小亏，不错。第二抽啊，我们把它抽光光啊，看一下可以抽到多少钱，舒服了。给点机会哦，哇，我靠，大垃圾，烦死了，哇，是大垃圾哎，狮子箱，灵魂起飞，确实起飞，来点好货，大 G 啊，这个好像60块是不是啊？40块忘了，36块，悲伤，真的悲伤。来啦！刚那一局那么惨烈，多普勒，不可能，假卡巴，多普勒嘞，独列短逃毒。啊！哦，这把什么大老龙文验烂，不要当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。我怎么觉得这是个亏钱呢、啊？这么玩新箱子亏成这样，亏到爆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好啦，没钱了，开完了，再见了，只输一半张，直接亏一半张，太扯了吧！哇，这个超烂哦！好啦，亏烂，下一箱，这我不说了，这箱亏烂，这箱真亏烂，下面一箱，我们换这个25块的，一箱一箱开，反正没什么钱，没钱了你也别想开什么东西。唉，可悲啊，悲伤就是这么的简单，悲伤就是如此的 easy。好，各位，杰卡巴还想中蛇狙啊？悲伤啊！哎呀，皇后，这多少钱？好像没多少钱，15块，好了，这个亏的比较小，小亏啊。刚那个是以小不大。是什么阿努比斯？这个超烂，25块。哎，又是你，亏10块，每抽一次几乎亏10块，那很亏、欸。哎呀，这把有价吗？有超过25块吗？水哦，中奖了哦！水哦，结局就是那种贵的都没有好，都没有好料啊！啊，这把不是我在拿的吗？我常拿的最烂的哦，小尬哦，亏单。看完我抽以后就知道你们要不要抽这些箱子了。好，各位，好吧，黄金的，好了，黄金的，不错了，运气好了，啊，又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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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不要溜过蹦吗？哦，睡哦，又中一次啊，小补啊，小补回来了，睡啦。那把那把黄金盘到就要100美金，太扯了，搞不懂。
Hello， 手套这么多，就选中间的皇后。刚买优先权和一堆 skin， 真的假的？然后意外发现要打一般仗，真的假的？好，哎、欸，不对、啊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我第一次中锦箱哎、欸，1.41块啊，我应该输吧？那个应该很烂吧？那狩猎王哥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！我太难了。What？打是打，好像是打100场那个对不对？一百场休闲模式还是死斗模式？什么都100场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哈。所以哦，我有没有赢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现在已经放烂了。啊，我赢了，终于赢了。就最后我们还是得要从这个 bot 身上捞钱才可以。我到底捞了多少？49块啊，碎了，贪啦啦，乌啊啦。哎、欸，一定要这么累格吗？我竟然中了这一把，尴尬，太尴尬了！竟然中大奖，40块，太悲伤了！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太悲伤了！太悲伤了，这个太悲伤了。Later， 0.05块，来啦，1块以下的一起来啦，一加亲啦，5倍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滑杆呢？赌这里啦，七蕊啦，冲啊！哇，没了，爆了，发！啊，这个这么小钱的，你不赌个20倍，到底是赌了有什么意义啊？按了啦，按了来个机会啊！没有，好，下一个。好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赌十倍就好，我赌十倍就好。你不赌个20倍，到底是赌了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赌10倍就好，我比较没钱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赌了有什么意义啊？哎、欸，有了、欸，有了吗？啊，滑过，哎呀，微滑，这里啊，等下赌他的侧边。啊，我现在在跟他一样的位置哎、欸，来啊，就这里、欸。有了，中了，呜，10倍，碎了，碎了，中一把，好了，10倍，这是赌对面，这里按了，可以吧？18%很多嘞，啊，中了，哎、欸，真的中了，呜，不要再刮，碎。好，那这一次的话，我觉得就不会，他应该这一次就不会在这些位置上了，他应该这一次就会在，我觉得啦，就在这里了。七块买的三，哇，太快了！哦，真的赌中了吗？国际赌徒啊，不说了，好。